萨姆索诺夫来发球啊，决赛也是五局三胜，90，凯尔松1.89米。两个人都是照顾的台面比。2-3，萨姆索诺夫落后1分。不，不多久，看完乒乓球啊，又有足球可以看。反应啊，连续性还是差一点。嗯。漂亮。单打的亚军，啊，都是成员。真是心态肯定对，对他48，对方第5，对，所以他也没有包袱了，还是夺冠的几率非常高的，对，但打起来也不是有经验的一位老队员。嗯，有萨姆索诺夫第一局的局点，我作为欧洲运动员应该说相对他还适应能力会很，这一天打了6场，他去也使得这个勒瓦罗所在的这个92省啊，普及这项运动。3单打，好，分之一决赛打赛弗。半决赛打格林卡都是先失一局，好，局点1-1，表演赛的性质，邀请赛的性质，所以说，比赛当中我拖了拖时间，没有这种情况。你实力啊都是比较强的，韩国的朱世赫、柳承敏，现在不知道这个第3届比赛会在什么时候举办。5-3，现在萨姆索诺夫在第3局领先2分。诺夫发球，他领先2分。啊，现在已经是9-4了，刚才是8-4领先4分。送的中间，萨姆索诺夫还领先2分，下网了，有点赶不上那个速度了，对，样子，对。家里拉的时候就好，随着桑普诺夫侧身的一个斜线的拉球得手。